我是真没辙了啊，各位老铁们。昨天孩子问了一个奇葩的问题，问天上的风筝有多高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特地制作了一个黑匣子，今天出来咱们一起验证一下。首先打开黑匣子的电源，其次有一个重要的安全提示，就是一定要把黑匣子固定结实，最好给它拴两个大死扣，万一掉下来砸到小朋友就不好了。就算砸不到小朋友，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。黑匣子现在已经固定好了，一会儿我们就把这风筝给它放起来，看一下它能飞多高。我奔跑奔跑向前冲，今天的这个风力比较大，上升的特别快，我估计现在的高度应该有几十米吧。应该这个放风筝就是放线的时候爽，收线的时候累。各位老铁看一下这个线轴上面的线，还有最后一圈了，已经放到最大高度了。我通过这个镜头是看不太清的。我们先让这个子弹飞一会儿啊，借这个时间给各位老铁介绍一下我这个测量高度的原理。首先在黑匣子当中我放置了一个大气压的传感器，然后依据的一个原理就是海拔高度每升高12米，大气压大约降低133帕这样的一个规律。这个时候我再结合上风筝起飞之前的大气压，然后我就能够推算出当前风筝的飞行高度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开始收线了。这个线大概已经收回了一半了，放线的时候特别爽啊，但是收线的时候真是一个体力活。我估计今天这个飞行高度应该有250米左右。出去咱们看一下那个黑匣子里边的这个数据就知道了。风筝已经落地了啊，我们打开黑匣子看一下。我们先看这个气压的数据啊，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随着高度的增加，气压逐渐降低，然后风筝在下落的时候呢，气压又在逐渐的上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这个数据啊，飞行高度。通过这个曲线我们可以看到，风筝最大的这个飞行高度呢是320米左右啊，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测量数据。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。